听说你在找我，来小鸡岛获取更多资讯哦。下雨了没？这位大哥，要不我们换个位置吧？你想干嘛？这里是公共交通预见呐，你不喜欢骑公交就自己预见飞行呢？问题这也不挤啊。我就喜欢坐到这样，你打我啊？哼，来坐公交呢，肯定轻功和内力的不怎么样的啦。大宝，不至于，不至于，你先把武器收起来啊！快到中转站啦，要下舰的收拾好行李，准备下舰。叽叽叽叽！需要换乘的乘客请在本站换乘，无需换乘的乘客请在舰上等候。四号舰准备出发了，请乘客做好扶稳。好冷啊！你要去那个梅花山庄，在玄武国的北部，海拔很高，所以就会越来越冷的。司机大哥，你能不能开一下暖气啊？哎，有热水吗？给口我。不用了。这个公交车这么多意见，两文钱给你开个挡风罩啦。哦，好啊好啊。那挡风罩是？哇，整个人都晕塞。哦，哎，战拳少年，这么巧啊！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啊，真是缘分啊！哎，你这个身上的伤是怎么？人家是因为救你啊，要跟那个石头人打架吗？你当时昏迷了，肯定不知道啊。你看他打得那么伤，肯定是打输了嘛。打输了又很难，很难说得出口的嘛，很没面子的嘛。原来是因为救我啊！大宝，你赶紧拿药出来给我们决斗吧。我是不是听错了？你是说决？你没听错，我要跟你决斗，就在这把剑上，决一生死。虽然我不是很明白，但是我赶着去救人，不如你等我把人救完了，我们再约个地方好好聊聊。对呀对呀，到时我煮几个下酒菜，大家好好。你暗影刺客，杀人如麻，怎么可能会救人？看你的拳法，你应该是赞拳的继承人，你师父就是死在他的刀下，你应该恨他，去找他复仇，但是你这么弱，不可能打得赢他。我看看有多高先。你看，要不这样，我们等停舰了下去地面再。有人在你舰上打架哦，你不管的吗？哎，每天都有的啦。
别找我方向盘啊！别找啊！哎，上去喊我！嘿，我的！完蛋！本来在打啊，差点就翻车了。我闪，我躲，我再起来，我再躲。你先听我解释。一躲，哎，我三步一个。都要断了，我要出手了。看到了，哈，哈，嘿，嘿，嘿。暂拳是一种后发制人的拳法，你不出手，我就无法击败你。你出手攻击我，我还反手给你一个赞，是不是很好的？六七四十二路战拳，有两个傻子在剑上面打架，真是嫌命长啊！到时候跌下去，人都没了吗？那就来一场战拳的决斗吧，可能这样可以找回我关于这件事的记忆。三年前，玄武国内出现了一个斯特国人，我们的任务就是杀了他。但是你师父出手阻止，并且帮助他逃离。你师父就是叛国者，我打碎了他的骨头，他也不愿意把人交出来。我师父不是叛国者，我一定会为他讨回公道的。你太弱了，你永远都无法为他复仇。司机，你看路啊！等一下，要撞山了！阿威，你不要过来呀！哎呀，翻车了！小飞，你不是受伤了不能飞的吗？哇，你还来啊？师父说，一个人的拳法可以看得出一个人的心，就算是同一套拳，不同的人打也会有不一样的感觉。所以交手的时候，你能感受到对方是一个怎样的人。那你觉得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
不像是个坏人，反倒是我刚刚使用的赞拳充满了憎恨愤怒，就像是一头野兽，完全不是赞拳该有的样子。如果师父看到的话，一定会对我很失望吧。我还想不起所有的事情，但是在我仅有的记忆中，我确实和你师父交过手。什么？你是不是想问为什么我要跟你说这些话？因为让更多的人了解赞拳的理念，你们以后出手的时候就会先想一下，对方不出手，我也不出手，那这个世界就会少点冲突了。而且他是一位很伟大的武术家，我答应你，等我的事情解决了，一定会回来找你的。当然，我们的赞拳还没有分出高下呢。不如下次还是比剪头发吧。舍命也要保护一个斯特国人，难道你是个间谍？不是所有的斯特国人都是坏人，玄武国人也不见得都是好人。赞拳倡导热爱生活，热爱生命，不分国界，不分种族，看到有困难的人就必须出手相助。想